到这个腿。哎、欸，说是说真的，穿的丝袜，就说那个腿真的会变很好看哎、欸。我去找黑丝，等我，马上来。你要哪一种啊？给你选啊！你看对你多好，给你选。我们这种呢，黑丝呢有这种是有蝴蝶结的，有蝴蝶结的，然后它有点亮亮的，然后点点的，然后还有这种网袜，这个是小洞的网袜，然后这个是大洞的网袜。买三百我就套头，没有要套头好吗？没这回事好吗？啊，这个就是普通的丝袜，这应该是整件的丝袜。然后，哦，这个是短的，这个是大腿袜吧？这个是大腿吗？小腿、大腿，就这种，就是不是整件的，就是它到一个长度而已。我看一下它到哪个长度？哦，大概在膝上的黑色。看一下，这个是哦，这个应该是圣诞节可以穿的，它是红的，这应该是不用，应该不用红。啊，这个的话应该这是蕾丝款，蕾丝款，这是蕾丝款，有没有看到？蕾丝款，这个是应该也是要不膝上，要不大腿。我在想，对，啊，这个的话应该也是，这个是大腿袜吗？可能是大腿袜，也是黑的。那哎，这个还有一个洞哎，这个是中孔，中孔，它这个是大中小，有没有大中小？普通的就好了，是不是 ？OK。不喜欢网子的，可是网子不是很性感吗？为什么不喜欢网子？看一下这是不是整件？哦，这是整件的，没错。你们要这种是不是？整件的，可是这个，哦，有啦，有一点，这个比较厚一点呢。如果你们比较，我知道你们想要比较薄的，这个比较厚，先收起来，这个比较厚。哎。看一下，没差吗？它这件比较厚，没差吗？就蕾丝的，好啊，不然就那一件啊，不然就这件啊。如果你说要这个的话 ，OK 的。那我整件的丝袜还要再买，要不然就没有了。哎，我丝袜都放这里。武器很多，呵呵，我的给息很多。可是这件还蛮舒服的，说真的。可是麦克风真的很强哎，我这么讲，我这么远都还可以收音很清楚。欸、可是我好像不能穿这种，因为我这里面这件裙子它是有附小裤裤的，我好像是要先把裙子脱了之后才能穿这个，不能穿不上去、欸。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要先把裙子脱了，我才能把这个穿上去，不然它会卡住。Few moments later。全身请兑换站起来转圈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聊天室应该都可以兑换了吧？大家常来看，应该都可以兑换了吧？谢谢蓝魂的32个月。瞬间把我腿弄瘦了，你知道吗？
如何如何？哎、欸，我今天好像可以叫真奶、欸，因为这个礼拜五，这礼拜五明天我们要开台，那可以提前喝吧。推牌就很长，还行，就是这样啊。有没有这个腿？哎、欸，说真的，穿的丝袜，就说那个腿。真的会变很好看哎、欸，老师，请不要对我节制。哎、欸，其实说这件上衣是，其实是我平常的时候可以穿的，因为这件上衣不是跟这个裙子搭的，又不一定要跟这个裙子搭。而且这个上衣，你有没有发现一点？就是它这个上衣，它后面这边。这里是有松紧带的，是吗？所以它好紧，它这个上衣好紧，就是等于说你扣起来之后，它是不会掉下来的，因为这件比较紧啊，它是刚刚好，有啦，上半身有比较松一点啊，但是这边比较紧，这边比较松一点，这边比较松，紧的都是这里。这里很紧，就是刚刚好啊。我觉得这种衣服很适合，就是因为你平常看那些就是 OL 什么的，他们的衣服说真的都很比较宽松。你说这件如果普通 OL 的话，把它这样扣起来的话，你看哦，那普通 OL 把它扣起来，不是啊，那这才是。还是很紧的感觉，腰部很紧，不是，它是整个就是从胸开始就很紧，它并不是到腰部才紧，它从这边开始，从这边开始就很紧，到下面，上面就比较不紧，可是我肩膀比较小吧，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。嘿，啊，标好这边给你们看，装进来。有没有像老师？